就当我是那油画里千里光点，而你是那一尊火雕塑高冷寡言。大陆若要隔半边，难道天生的平行线？你再多优点我觉得不过自恋，凭本事单身害怕情深缘浅，为何越望也越错觉，像美梦若隐若现。终于承认你是我心里那个人，当偏偏又遇见你忘掉自身，想触及你眼神，所有特别准，点过桃花的都找到另一半了。真的假的？来，就这种。快轮到我了，我先进去了啊。走了。哎，我还没点桃花呢。你确定还要点？你不点了，不点了。叮！哎，老钱呢？袁浅刚刚还排我后面呢，怎么都不见了？是吗？啊，袁浅给我发短信说他碰到个同学，要和同学聚聚，晚点再来找我们，让我们自己先玩呢。那咱们先去那边。嗯。我给老秦打个电话。哎，你等不等我？哎，老秦，你人在哪儿呢？我遇到朋友了。这个我用过了。你见老同学，袁浅也见老同学，你俩不会就是那个老同学吧？我没遇到他，在忙，挂了。挂了吧。他们不会怀疑我们吧？要是智商没问题的话，会。但他的智商就没有正常过。算了，回去再说吧。今天都走了一天的路，人又多又累。不好意思啊。谢谢啊。
一尊火雕塑高冷寡言，大陆若要个半边，难道天生的平行线？你再多优点我觉得不过自恋，凭本事单身害怕情深缘浅，为何越望眼越错觉，像美梦若隐若现。小薇，怪不得古时候的女人这么精致，她们有这么多配饰可以戴。汉服真的是有魔力，只要穿上它，就想买点配饰搭一下。女人想买东西，总是有各种理由。看见秦深了，我以为你看见什么了呢？我带你出去散心呢，你还想着他呀？那不白出来了？行，走吧。这个怎么样？这个好看不好看？还行。这个呢？这个怎么样？嗯，我觉得还是刚才那一只好看。那你说还行？还行，已经是很好的评价了呀。算了吧，反正平时也带不到。给我吧。你要带啊？付钱。129，谢谢。古时候的夫妻，丈夫是不是都这么给妻子带发簪的？嗯。我不是这个意思。可以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簪子和你的这身衣服还挺搭的。谢谢你啊。去买东西了，我还以为你去上厕所了呢。
麻薯。嗯，五颜六色挺好看的，就给你买了。嗯，这个就是红豆馅的，我喜欢吃红豆。嗯，今天快要累死我了，都跟执行任务似的，太艰难了。地下恋情不就这样吗？我觉得也挺好的，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特别。好吃吗？什么味道？桃子吧。麻薯还有桃子味呢。你的手，桃子味。那是因为我涂了桃子味的护手霜。嗯，真香。该去跟大家会合了，走吧。好。咱们俩错开过去。为什么？我们一起消失的，在一起出现，这不摆明了告诉他们，我们在一起吗？你先过去，我马上就过去。亲，我们等你好久啊。上哪儿上啊？坐高铁。上了半个世纪啊。谢谢啊。袁浅去哪了啊你？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小了，我碰见我初中同学了，和他聊了一下午，累死我了。你就该直接告诉他你有事儿的，你说你跟我们大家一起出来玩，要么就走丢，要么就碰同学的。还有这位简直就是神同步，要不是这傻憨憨不会说谎，我还以为他们是故意走丢的呢。铁憨憨。秦深，袁浅你也在啊？对啊，我们两个宿舍一起出来玩。理论上是两个宿舍一块出来玩，其实就是一群人游戏，这俩负责不停地走丢，我们负责不停地寻找他们。今天人实在是太多了。你们也出来玩，还没回去啊？要不跟我们一起吧？不用了，我们酒店就在前面。你们住在哪儿啊？就前面青旅。走了。拜拜。袁浅，我们走吧。嗯，那你们注意安全，我们先走了。拜拜。走了，快。你们说世界这么大，偏偏在这里碰到了林威，你说是不是缘分啊，老钱？明天我们什么安排？像你这样总是走丢的人，还想要什么安排？明天自由活动。老秦，
你怎么老想着单独活动？你想干嘛？有些人太聒噪。我这是活跃气氛好吗？自由活动，你为什么不响应？就我们俩想自由活动，还不如直接承认我们俩在谈恋爱得了。好，别回了，我和室友在一起。抱着手机发发发，你跟谁发呢？我看你跟我出来就是怕罗欣欣翻你手机。我跟网店店主聊天呢，我新买了一双鞋。一双鞋。袁浅，你们不是早就回来了吗？怎么还在这儿？我们要去买眼药水。眼睛不舒服吗？哦，对了，我们也搬到这儿住了，因为我觉得住在同一个客栈会有安全感。我看这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我们当中的谁吧？没有的事。走吧，你不是要买眼药水吗？陆佳宁什么意思啊？跟他有关系吗？嘴真臭。走吧。我跟你们说啊，这林威啊，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那鼻子就跟狗闻着肉香一样。你还不让我说，还踢我。林威踢你啊？我踢的。我要是不踢他，他下一秒就该喷人家了。万一你们要打起来，我可拦不住啊！啊！哎，林威搬过来住了。这林威是背着找秦深的雷达吧？秦深去哪儿，他就跟去哪儿。他这明显就是舍不得放弃秦深啊！就是，林威他就是什么，嘴上说上已经放弃了，但是呢，身体很诚实。哎呀，这谁要是跟秦深在一起啊，可千万小心别被算计了。是吧，袁浅？啊？关我什么事儿？话说袁浅，你白天一失踪，秦深就跟着失踪，是不是有点太巧了？啊，是挺巧的。啊，别装傻。这个世界上，没有过分的巧合，只有人为的推动。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已经跟秦深偷偷勾搭在一起了？我想起来了，我包里还有块湿毛巾没晾，我去晾个毛巾。哎呀，我们也有块湿毛巾没晾，走，回去晾毛巾。那我去洗澡了。真可怕，人间处处是风险。干嘛？没事，就是想体验一下罗密欧朱丽叶阳台幽会的感觉。陪陪你男朋友。你不是有你的好机会吗？可以没有？哼，看什么？看我男朋友啊。今天下楼碰到林威了，你到底
底是有什么魔力，让他对你这么锲而不舍？帅吧？袁浅，林薇，你住隔壁啊？对啊，好巧，你们在干嘛？收衣服。收毛巾。收毛巾。起来，你也不看看昨天晚上我们几点睡的。洛欣欣，胖子就是懒出来的，你得勤快点啊。你闭嘴吧你，我以后再跟你一起出来出游我就是猪。你已经是了呀。陈启南，今天的安排最好让本姑娘满意。听说附近景点有很多活动，而且拿了第一名还可以获得奖品，正好可以满足你们自由活动的要求。奖品？有人家秦深在，还有你什么份儿？好了好了，别浪费时间了，咱们赶紧出发吧。走吧，留远点。小薇，我们一会儿去古镇吧，昨天还有一半没逛完呢。古镇其实都差不多，我看网上攻略说有别的景点，我们去那转吧。咱们说好了把剩一半逛完的，而且那还有影视城，说不定还能碰着拍戏的呢。那个我明天再去嘛，好吗？那好吧，你去哪儿我陪你呗。走吧。好，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活动现场。我是袁倩，袁倩。大家呢，在来到这个活动现场之前呢，是在比拼什么游戏吗？没有看到大屏幕上面这一个，震撼要命！游戏大比拼，对不对？这是在做什么活动？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陈启南，你比我们都高，你赶紧帮我们看一下呗。游戏，那么同时，这时候知道找哥了，小胖肉。精美礼品，哪有礼品啊？各位亲爱的朋友，有没有想要礼品的举手，我看一下。快点！我是做游戏赢奖品。不，今天呢，第一是一部手机。每一队说是两人分一组，建议男女搭配。男生呢？这不就是情侣大比拼吗？留掉找一个女生来作为其中的队员。我就不一般了呗。到终点，男生公主抱着女生，两队谁率先走到终点，哪一队就算成功，好不好？你也帮忙。秦深、袁浅，你们的热情在哪里？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大奖品，好不好？我就不参加了，我负责看包。那么今天的奖品呢？别这么扫兴。袁浅，你们感不感兴趣？我的火，走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朋友们啊都这么感兴趣，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再。我已经报名了。别闹，这么多人，我们就别虐狗了。还是选一个黄道吉日。今天的日子就挺不错的。那要不你跟我一起看包吧，反正也是二人世界，就是多了几个包嘛。哎，好，那位大哥，对，是你了，上来吧。袁浅，好巧，你们也来这边玩。那边有默契游戏比赛，我们过去看看吧。一起去嘛。我负责看包。好。好了。对，计时开始。我第一组一开始就全力冲刺，第二组加油！加油！走！快！可惜了，可惜了。那个，我也留下看包吧，不然一会儿包太多了，袁浅一个人看不过来。对。好，两位下台，找我们的工作人员领奖品。
刚才的游戏真是非常的精彩呀、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两组队员进行比拼，但是难度会升级。队员走到终点后，还需要一起完成随机抽取的动作。这林威啊，哪都好，就是太死心眼了。偏可一棵树上吊死，因为他都患了抑郁症了。这琴深到底有什么魅力？那么多人追他，他都看不上。林威的抑郁症又严重了吗？还好吧，上学期初的时候比较严重，后来参加的活动多了，就开朗了许多，没事了，药也停了。药停了？什么时候的事？上学期中的时候。林威，你生病了？那之后就没再复发？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巴不得他犯病是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关心关心他。我替他谢谢你，他现在很好，健康的不得了。准备好了吗？好了，你先在这看着，我去转转，一会儿回来。加油！这是一个好厉害啊，一看就是经常锻炼的。袁浅，啊，袁浅，哎，这路可太难走了。哦，哟，琴深好像要跟林威一起参加那个比赛，就那个两个人一组的那个，他俩一组。是林威要跟琴深一组，还是琴深要跟林威一组？有什么区别吗？没区别。所以你要不要过去看看？我才不去呢，去看他俩，我还不如去看看风景。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个游戏的三组选手上台，来，掌声有请。好，我们三组选手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搭档。琴深，陈启南。大哥，游戏规则建议男女搭配，规则是可以打破的，我喜欢男男搭配。我的老天爷啊，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琴深。对不起啊，本来想让你们俩一组。没事，你们加油。好，那接下来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一个游戏啊。游戏的名字叫做你画我猜，游戏的规则是，哎，这肯定没问题。你画我猜这种游戏，难道我们雕塑系？先答对的获胜。来，我们三组选手，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工作人员，第一道题。来，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给他们一点呐喊和掌声，好不好？好，接下来开始。第一题。这咋画呀？计时开始。陈启南他在画什么呢？就十几秒，他还想搞创作？什么呀？是驴吗？十分心疼我们家老七。来，倒计时5秒钟，五、四、三、二、一。马拉松。Yes， 恭喜你回答正确。行。看来我们这个第一轮的选手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一组的朋友能够率先的成功呢？来，计时开始。陈启南的画画技术真的，他是个学美术的。我怀疑他专业。计时5秒钟，5、4、3、2、1。鲍鱼。哇，这也行。其实陈启南一点用都没有，都我们家老秦。
算你有良心，还知道给女朋友上供啊。原来您还知道是我女朋友啊。我当然知道，反正我也不会故意跟别人玩情侣游戏。什么鬼啊！先榨柠檬汁。秦深，你报复我是不是？加了蜂蜜的。天气太热，喝点柠檬汁能解暑。走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我们总能拿第一。嗯。如果公主抱也是第一的话。公主抱。是有病啊！这么优秀的男朋友，我怎么不去参加比赛？我才是冠军的女人，他抱的应该是我，袁浅。老秦竟然拉着我上去比赛，得了这个手机，这可是最新款，老秦二话不说就给我了，连钱都没有，这浓浓的是友情。眼睛的画面。那秦深他那么累，就什么也没拿到。那也没有，他只要了一条不值钱的项链，上面除了有个什么好听的名字"永恒初恋"以外，没有什么特别。嗯，眼前。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喂，你干嘛呢？嗯。你是不是有秘密啊？和你谈恋爱就是我最大的秘密。我刚才拿手机查了一下，今天的确是个好日子。哦。你看啊，今天一定是个好日子，你们比赛夺得了第一名，所以有没有什么奖品？给神经男了。都给了。我不是为了奖品才参加这个的。真的没有。嗯。你给罗西西了。嗯。为什么要给他？他要的。你知不知道这个很有意义啊？他说他喜欢，让我送给他。然后你就给他了。
你自己玩吧。元钱，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妈，噔噔，哎，哇，你看好看吗？这是什么？这是我在沙滩边捡的。你看这个是不是花纹特别好看？项链呢？什么项链？就这个盒子里面的项链。没有啊，我看盒子好看，我让秦深送我的。啊？你该不会以为秦深把项链给我了吧？怎么可能？这可是专属于你的项链。我先走了。不生气了？没有生气啊，生什么气啊？失忆。秦深同学，我发现你很记仇啊。你今天是不是一天都故意在气我？还不算笨。你这口玻璃渣喂的可真够狠。是谁锲而不舍地为我吃玻璃渣？对不起，一直以来是我考虑不周到，我只顾及身边人的感受，却偏偏没有顾及到你的。Have you ever been loved in your life？ 一直以来让你配合我，是我的不对。回去我就公开我们的关系。考虑清楚了。嗯。就这么一点诚意？这还算一点儿？远远还不够。那你说，怎样才算有诚意？你自己想。Have you ever been loved in your life? Have you singing this song like tonight? Wanna spend all my time with you all my life? Would you hold me tight when I cry? Have you ever been told you were right?We will never give up on what you said. Wanna spend all my time with you all my life. Would you save my soul tonight and give me your hand? You are the only one.
you're singing the song like tonight. Wanna spend all my time with you all.